新疆队今天打得快啊。新疆队现在其实最佳的得分手段就是防守反击，进攻端啊，他没办法，他不攻他不行，对，又被帽，你看又被帽，到篮底没有足够的空间挑战朱荣镇肯定不行，对，不压菜似的。对了，哎，瞄一下，还能运一次啊？嗯，好球，这个辽宁队防守绝对出问题了，出问题了，就是你接球，手递手，哇，纪委，这就是一副手套啊，好球。哎，对吧，这个阿布鲁萨拉木就连攻三个了，这跟逗孩子似的，我吃了给你吃，我吃了还是给你吃，我吃了真是给你吃，真给你吃。这球呢确实两个，阿布鲁萨拉木打张镇麟有想法啊，艾兹麦提他中距离有篮的，哎，有篮，哎，赵继伟的防守站位站得好，这但就是没办法了，天王。哎呀，这些球打的这个很诺维斯基啊，完全是诺维斯基。对对，啊、因为看你看这球，阿布杜萨拉木他知道碰到纪委的话，你把球首先得保护好。是。哦，这下切手中球切的不错，阿布杜萨拉木。吹了富豪在防守的时候先犯规啊，艾兹麦提。哎，哦。这些球不能放有球人啊！富豪防阿布杜呢，有点对不上。看一下这球，小猪呢，说实在话，防你就防到底了。嗯，还是那句话，你得看人。阿布杜，哎呦，好球，好手感。自己的这种有层次的进攻体系是。首先站在了内线，好球，漂亮！再看，这是之前阿布杜这个动作，那顶一下，哎，你看，就是当李晓旭左手往前准备要一抄球的时候，他去防守的硬度绝对没问题，漂亮，好球！还是阿布杜萨拉姆这一点重点啊。李晓旭和大韩两个人做了这个小的配合，这都是有默契的。对，但是你要让大韩又不要起球，这还是有思考的啊，不是说我按照我下意识的防守习惯来防啊。阿布杜啊，一看大韩在里边，我不进来啊，出来出来出来，聪明聪明，这叫扬长避短，钟摆型突破啊，一忽左忽右，跟舞龙一样。这球呢，小猪这球放下来就不对了。嗯，好球，阿布杜，好球，是。阿布杜，嚯，后撤大撤步，哇哟，好球！上个赛季阿布杜复出以后，场均7.3分，对吧？重伤之后，今天肯定是最佳表演了。是，上场比赛打北控，其实他打的也是不错的。嗯，哦，这是好机会。宇德晨没有。宇德晨其实外线命中率还是挺有把握的。嗯，好，一来一去。阿布杜萨拉木问题，赔一些犯规也是正常的。集体篮板，哎，第二次啊，第二次出现这种错误，还不错，抢回来了。阿布杜萨拉木自己来了吗？想要40分、哦、啊，今天就是想要40分。嗯，阿布杜是这个这球应该说这个富豪说的对啊，就说你赶紧得回来啊，仰天长叹再现江湖。上一场比赛加时赛这个上空篮不进，这个上完篮呢自己在现场也是捶胸顿足，